娱乐频道综合报道，35岁中国男星胡歌外形俊俏。2015年凭电视剧《琅琊榜》人气翻红，在事业巅峰之际却选择赴美进修，暂别演艺圈的时间，蜜恋传闻不断。今11日趁光棍日发文，暗示自己仍是单身，也让粉丝笑称看到你也过节，我就放心了。胡歌2015年凭电视剧《琅琊榜》人气再度翻红，翻摄自微博。胡歌11日在微博祝贺官网成立13周年，除了发文献上心意，不忘幽默祝自己光棍日快乐，祝你们生日快乐，也祝自己节日快乐，一番单身言论打脸过去种种绯闻。粉丝也亏老胡，你有5000多万女朋友，你不能过这个节，希望下一个双十一你不会是一个人过，请注意脱单速度，希望这是你最后一个单身狗节。胡歌发文祝自己光棍节快乐，翻摄自微博。